我们刚才第一期问我都不回，回什么？不是啊，我关语音关喇叭呢，你要我回什么？哇，好痛啊！哇，二度伤害。对不起，吓大家。我不知道打喷嚏会这么痛。打喷嚏不急再痛。16以上刷牛装，我忘记啦、啊，我都忘光光了，所以等一下要刷吗？我真的都忘了啊，没有，以前就是陪人玩啊，没有很会演戏哦，就只是在玩而已。这视角也太八七了吧！21等刷16等装，我不知道啊，被人家带的哈，我真的不知道。好了，我们没有体力了，回村庄。巢穴我记得是不用那个嘛，消耗吗？要吗？我不知道哎、欸，我真的忘记了。我只记得以前一直有人刷代刷巢穴啊，地狱三头犬啊什么的。参加者에대한소식은아직없나우리들은모두다음에는좋은소식이있었으면좋겠다자네로대륙의평화가찾아올때까지칼을내려놓지말게나죄송해요어제했던연애소설을대응생각하느라 죄송해요어제했던연애소설을대응생각하느라대체언제까지이런시골에있어야하는걸까요알아没有任务了，我们就这样死去吧。
二十一等。确认。哎，不能刷，不能刷，那要干嘛？练小号，练分身哦。也好，也不是说不行啦。嗯，布林爷爷，组成那种破坏对象。哎、欸，我怎么又进来了？我以前都觉得手榴弹是废招、欸，原来那么痛哦、喔！我错了，我错了，手榴弹好用。谁赖我？新龙之谷开服喽！决战龙潮的时候到了，立即登录免费送 VIP 上古神女神装。有好在玩啦、啊！痛，哎、欸、好痛哦、喔！以前觉得废招的，原来那么强。主要自己觉得招式太多很烦啊，万一啊，一定是时装的威力，要快速。
车，哇，好痛！我不知道哎、欸，我现在那个飞船还没打开啊。刚飞船，我只到飞船那个刚刚毁掉，哎、欸，动力不够的那个阶段。机甲萝莉明明就可以很忙，谁以前跟我讲说机甲萝莉一点都不忙啊？天哪，被骗了！欸、不过按起来好爽哦，以前真的都是在玩游戏。该称号没有，只能达到数量。我看吓死我！干什么？极境修道院，好的。有点头晕，对啊，这个画面会比较晕一点啊，辛苦你了。可是你玩斗争不会晕，玩这个会晕，有点啊，也是啦，这个怪比较多。关卡极境修道院。哎、欸，我又疲劳值了，各位，我又可以再战十，不是十回合啦。嗯，我看一下哦，那再来二十的开，做期待，开，二十二等奖励箱，不是啊，我那么多坐骑干嘛？使用旗舰，那我之后再开好了。那晚点来充宝石，好啦，先休息啦。先回个任务，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开台继续打。你不觉得很夸张吗？我就记得以前疲劳值不是以前啊，我那时候玩的时候疲劳值没有空过啊。3400我又可以打55，哎、欸，不对，对啊，怎么会那么高？3400呢？我操！我见了。体力的平衡찾아올때까지가를내려놓지마怎么办？再一场，再一场，再一回合，再一回合，我就去吃饭了。如果真的要练另外一次，我应该是练卡利吧，还是利卡？哎、欸，有时候忘记名字，因为有个叫有個卡利怪妞啊，不是吗？我们来打专家好了。专家行不行？我们一定行。叫出杰森，那再来是，我记得这边吧，棒，好，
陪我听我哀嚎了，我刚打喷嚏就哀嚎了。啊！不会啦，那我应该好啦。哎、欸，不是啊、喔，哪里啊？我刚走这边吗？拜托，我谁？机甲萝莉耶！嗯哼，找哥布林爷爷，试一下。他要收集东西耶，我现在看到，我来得及吗？收集部落的袋子，哇！三个部落的袋子，哇！我好像没拿到耶。
时钟超威的、啊，拜托！哎，全身都时装哎，怎么可能会输？放一下。好啦，正要去吃饭了。不是啊，重点是机甲萝莉也很 OP 好吗？东西放一放就跑掉就好啦，交给那个杰森跟丫丫打。抱我们大腿哦，可以啊，我就东西扔一扔啊，你就这样就好了。而且我还想玩另外一个，就玩那个嘛，卡莉那个拿扇子的，他是召唤流不是吗？他也很强啊。OK， 我们七点见。哎、欸，快七点了、欸，那我赶快去吃饭。我们晚点见喽，大家赶快去吃饭。等下八点还有乐曲 C， 再来看我们就好了。大家拜拜，拜了拜了。